OK， 来吧。这个王者荣耀界的 boss 今天特地下载了传说要挑战我，然后我今天是值日生嘛，他说如果输了他要代替我当值日生。来啊，小决定啊，今天要决定值日生。错啦，今天的值日生是谁？直男四小办公室值日生。他说如果输了他要代替我当值日生，因为他说你是绝对不可能赢我的。那我会不会赢你？不可能。不可能。 OK 的，波兰的手表啊。那如果我输了怎么办？让公关值日生一天。都当值日生。是，加油。王彩加油加油。波兰的手表 VS 我只会玩凯撒。现在开始啊！这个您这次要选什么角色的那个霸主？凡。凡安啊 ，OK。他说他凡安非常厉害，有点小害怕。剩下十秒，准备开始。我带到闪现了，好嗨哦！好紧张哦，跟霸主的争斗。你有什么狠话要唠的吗，霸主？对于我这个凡安也是特别的有信心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。我目前已经看到这个凡安啊。霸主找到你了吧？还敢躲啊！我现在跟霸主在默默的吃冰啊，前期别太冲啊，我怕霸主有什么阴招啊！哇，压过来啦！对，霸主，你看我，我还会跳舞啊！你有没有啊？挑衅啊！就是要跟你寒暄一下。就是想跟我嚣张吗？哇，直接大招喷我脸上啊！虽然没喷到。OK， 叠起走掉了，霸主，霸主晕到了吧？但是你亏得了卡吗？追不了啊，霸主，你太强。OK， 霸主直接开大招，在草丛没打到人。OK 的，霸主，哇，霸主选择不吃斧包，直接被我打死啊！我选择不吃鞋帽。你是太小看我了，霸主，觉得霸主已经看到我了，直接闪掉。OK 的，我在缺水，决定挂机一下。哦，霸主直接对我晕眩。OK 的，霸主拜拜了，再见了，霸主。开打！直接给你靠甩射，我要再给你电，再晕一下，然后给你来一套这个，然后给你拼手段射。OK 的，大招下去。我来看我看看。哇！霸主，拜拜啦！霸主，再见。哇，你直接不管你的血条了吗？不管啦，直接获胜来跳一支舞。好，第一局输。这次碰我选吗？勇好了，就决定是勇了。那霸主，那个，请问这个角色有没有相似的在《王者荣耀》界？有后羿。后羿啊？后羿和鲁班的结合体。鲁班的结合体啊？鲁班的尬掉，再叫后羿一个一二技能。关于我一个超会玩的英雄来讲，你超会玩就知道啊？对啊，你才知道你吃亏了。我们竟然选到一个霸者在王者荣耀界最强的角色，是吗？他也算是最强，不过没有比我韩信强。韩信我昨天查过了，韩信就是我们传说对决的纳克罗斯。哎，现在霸主把我整个压在塔里啊，不敢出去，还有点小紧张。先把包吃了。晕。有。一套。哎呦！大招。电刀出来了，想吃补啊！我操！3、2、1 ，Yes， first blood， 让你的，让我的，你血是让你的，我刚刚其实尬招其实可以直接远程扔你个，不信你看，哇，有点尴尬，碰我了，哇，我晕到你了，哎，我被霸主晕到了，直接给霸主来个一套。被打到了，直接一个大招，中了，残血，残血，可恶啊！
感觉我现在在哪里都被霸主看到了，我做成这样的话，哇，射中了，这样也能中，果然是霸主。侧边就算受不了也可以杀够。不要怕，最后不要怕。你是怕的啦，拜拜。完了，完鸟。真的完了，我直接把塔推爆了。霸主要不要给你机会啊？没有。来，给你机会啊，我战术性撤退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把周边买齐了再打吧。为什么啊？我周边不买齐，我根本玩不掉。不管你啊，霸主。我马上回来，然后奶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莫慌，我们下次见。今天值日生就是我们的霸主了。哥，我挑战完了，接下来是谁？霸主现在要决定我们下一个挑战对象，你要选谁？哪一个？白色的，白色衣服。霸主下一个决定 PK 我们的硬哥了。我不想要让你哭啊，叫你妈妈来一样。